大家是不是等了很久啊？是啊，等到了千呼万唤始出来。跟着送给大家的是龙女洞房，柳毅仗义为龙女三娘传书回龙宫，三娘得以获救。就是这样，两人深深种下情根，无奈慈命难违，柳毅都要答应娘亲一头亲事了。洞房花烛夜，一揭红头巾，柳毅吓了一跳。为什么？大家慢慢细心欣赏啦。龙女三娘就是我们的李君老师去演绎，而柳毅呢就是温兆佳。掌声有请两位。作龙宫世转一配如家来，上永难忘，心啊凉，情意重啊，终是还归为剑。仍敢咬断丝连，借解失了无谋，唯有强从慈无名啊，非我负情，娘子又来，老龙又来。哎呀，佢
去虽低头虽粉脸，但声音仪态不难辨，何以眼前人若三娘活现呢？吓，等我睇下佢至得。奴妻久候，我意难安啊！老罗，你一定多饮几杯啦！嗱，二更都未打，你就说三更喎。乜二更都未打？未打。我真系饮多几杯咯。容月貌十足似，似乜嘢？似天上嘅神仙啊！蓬柳枝枝，又点敢同仙娥斗艳？当之无愧，因为你我点啊？你咪。仙即是仙咯，仙流水知识有几分，你敢与仙娥斗艳，你不该说谎，是仙机芬芳难忘结仙缘，说你像神仙，因你似仙容貌艳，更因我曾见过
头先你咪讲完三更就又讲龙，讲完龙忽然间又讲出，哎呀，总言之咧，你讲来讲去，我真系唔知道你想点咯。娘子啊，我话你靓啊嘛，靓咪似神仙咯。哦，刘郎，咁我而家就奉上香茶。哦，好啊好啊，如此说，有劳娘子啊。生而念，此身犹如在龙宫殿，与龙君欢宴，饮庆筵。公主心情将酒献，点解此情此景，今夜重现啊，在目前啊。莫非你就是龙女三娘，与我孩未见？你是不是三娘啊？龙女三娘，边一个三娘啊？不是啊，三娘，三娘。你不讲，我都知道咯。Thank you.
曾经无望念，我不过爱云山水深远，虚唱作赋寻相思，遥观星望月，只得好句了了。情缘啦、啊，泛泛之交而已啫嘛。啊，泛泛之交而已，系街识嘅啫。系呀，头先你讲完三更就又讲神仙，讲完神仙就又讲龙，忽然间仲讲出个龙女三娘，而家又吞吐其词。人说柳毅女落光明，不原来都是道听途说嘅。说之就容易，不过不许你有丝毫嘅道义噶噃。唔会，但说无妨啊。如此说。娘子请听啊，知你爱呀、啊、我心马坚，不怕贪啊坏相见，有一个木啊样龙啊女，学我柳毅把书传，令到佢骨啊肉啊团圆，回宫啊殿，就在龙牙宫。切宴，大众喜地，欢天，嗰个龙牙。还尽对我含情，将酒献。那个龙女三娘，她献完
太爷妹，别家翻那根。唯独我有苦衷，太爷却两全。老郎，咁到底你又有何苦衷呢？我连他遭凌辱，才有仗义把书传。若与佢结婚盟，于言于行殊堪羞。君心何太忍？是否苦杀了善端？哈有意。我又岂无情？其实我无想招思，都是把伊人怨念啊。是心灰失言啊！娘子幸勿见怪，娘子幸勿见怪啊！老郎，我是同你开个玩笑咋、啊？开玩笑。Yeah.
头了。哎呀，你果真是洞庭龙女，爱我都可为情比金坚。玉钗正好配玉环，不负当年爱恋。真啊，以貌美，有。